去你那边了。狗来了！啊！不是，我给你扒拉扒拉。哎呀！嗯，就是这个味儿。太香了，叮叮叮，先把你那边的吃光。哎，以后馋了咱吃这个，不比上饭店强，花好几百，这100块钱都好几个人都可以吃，主要是好吃呀，这是。这个烤肉进嘴里，用鼻子，一口气满嘴的香，太香。光瘦的不好吃，光肥的不好吃，就是这种的肥瘦相间的吃才好呢。咱家再来一个，你别炒菜了，就吃这个，吃这个不比炒菜强多了？就咱们上别人家去，咱们也想吃火锅，咱也不爱吃炒菜，而且它还实惠。冰箱里没事多放点，就到现吃的时候抓虾。跟媳妇多吃点。比咱们在上次的火锅店吃的好吃多了。你还有脸说上次火锅店呢？我们几个都没吃到，都让你吃了。能多能吃就多吃点呗。肉老了不好吃。哎，这蛋饺也老好吃了。我问一下哈，这要再放个大龙虾就更好了。算你个大嘴巴，算能吃啊。